成了夕阳，是谁的乡音在梦里吟唱？船上满负荷的，装载着友谊，和睦的汉子，那么的走着短发。我要去向那你到不了的地方，相信那里的笑容也会和你一样，留下的是真诚，带走的是祝愿，远航的轨迹写就丝路传奇的花章，派来的奸细啊！我看不如先把他抓起来再说吧。他们在嘀咕什么？怎么穿成这个样子？难道是在拍电影吗？也不对呀，拍电影怎么没有导演和摄像机？大海，我怎么到海上来了？难道刚刚发生了时空穿越？这到底是什么地方？怎么了？你们要干什么？老实交代，你是不是海盗派来的？海盗？什么海盗？少装蒜，你是怎么混上船的？我怎么知道？我一醒来就在这里了。你们别误会啊，首先我不是海盗，其次我也没想来这儿啊，是天母杯把我吸到这儿来的。天母杯，天母杯，还说不是海盗，给我抓住他！你们别抓我，我不是海盗。把他扔进大海！别，你们别扔我，别，不要！又出什么事了？老爷，不好了，船出礁了，船舱进水了！我的货物！快想办法把都堵上！是。
下去可会沉的，得赶快把货物扔掉啊！这个都是我大价钱买的呀，再不扔就来不及了。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，保命要紧呐！那就扔吧！快，看绳索！快，我的货呀！这下可是血本无归了。老爷啊，下面怎么样？大的洞口已经堵住，小的洞口被货物挡住了，我身体太大过不去啊。那怎么办？不能挪开吗？我试过了，根本挪不动啊。这下完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让我试试吧。你们不是怀疑我是海盗吗？等我把洞补上了，你们就不会怀疑我了。那行也得行，不行也得行，我可不想沉到大海里喂鱼。那就拜托了。小英雄，你醒了。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。岂止是见过，是你救了我们大家呀。我救了你们？那可不，要不是你冒着危险潜到船底补上了船洞，我们恐怕已经葬身鱼腹了。对了，我想起来了，你们一开始还把我当海盗了呢。在下有眼无珠，多有得罪，给小英雄赔礼。没关系，大叔，您别叫我小英雄，听着怪别扭的，叫我小琪就行。小气鬼，不是小气鬼，是小琪，大小的小，好奇的奇。好了，阿徐，不得无礼。在下刺桐城商人沈万才。刺桐城。好，下一题，泉州。是一座有着1300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，泉州在宋元时期就成为了世界级的港口城市。请问泉州在元朝被称为什么？让那选手请回答。刺桐城。正是。你看，前面不远处就到刺桐城了。哎，缆绳又松了，给我系紧点。哎，对了。小七，
你的家在哪里？等一等，这么说现在是元朝？对呀，今年是大元延佑七年，你不知道吗？啊，哦，1320年，这么说我穿越到了元朝？穿越？这是什么？太棒了，这下我彻底自由了，再也不用写作业了，再也不用听我妈唠叨了。阿喜，这孩子是不是脑袋受伤了？你脑子才进水呢，穿越就是穿越时空，明白吗？臭八哥，我姓武，我姓武。你是八哥？姓武。八哥，姓武。八哥，姓武。武，八哥，八哥，我是八哥。这可是你自己说的。你这赖皮，不跟你玩了。真是只呆子。哎，小七啊，你的身体刚刚恢复，不可太狂躁，还是回舱里好好休息吧。没事，大叔，我身体棒着呢。马上就要到刺桐城了，肯定能见到好多新奇的东西呢，我一定要好好玩玩。刺桐城，我来了。商船比我想象的还要壮观。参观营里三州路，长海生中万国商，前面就是刺桐城了。紧点儿啊！哇，真漂亮！对了，干嘛不拍下来，发到朋友圈里，一定让所有人都羡慕我。真是太棒了！卖肉粽的。肉粽，哇，好香啊！小七，小七，小七，这孩子跑哪儿去了？小七，小七，那好吃，太好吃了！小哥，你要的石花糕？谢谢。不客气，你要的是三个粽子，一碗石花糕，一共是10文钱。好的，给。对不起，我们这里不收外国钱，只收本国的元宝和铜钱。元宝、铜钱。喏，这是元宝，这是铜钱。哦，糟了，忘了这是古代了。对不起啊，我只有纸币。你什么意思？你想赖账吗？不不不，要不你稍微等我一下，我去找万财叔借来还给你，我马上就回来。站住！像你这样骗吃骗喝的我见多了，付不出钱就给我干活去。
你放开我，放开我，我不是想赖账啊！放开我！快点走！老老实实把这些米冲了，我就饶了你。我才吃了三个粽子，要冲这么多？那当然，你以为粽子是那么容易做的吗？给我好好冲，冲完了再用筛子筛出来。你这是欺负小孩？欺负？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，早就下地插秧出海打鱼了。别跟我耍滑头，否则我就把你送官，打你20大板。这孩子跑哪儿去了？糟糕，怎么碰到他了？快走！沈万才，完了完了，被他发现了！你别跑，你赔我的货呢！沈万才，你给我站住！你就是跑到天涯海角，我也会把你抓回来。这么多谷子要冲到什么时候啊？先去找万财叔，再回来还钱。大民女，公堂乃是刑罚重纪，为了两个粽子也来击鼓鸣冤，该当何罪？民女不敢，民女并非只是为了粽子，而是有重要情况向将军报告。讲。民女怀疑他是海盗的同伙。哦，你可有证据？他的包裹上挂有海盗汪大渊的头像，请将军过目。呈上来。是。大人。果然是王大渊。来历不明，抗拒抓捕，还在闹市里狂奔，滋扰声势，引起了骚动。属下也怀疑他是海盗派来的奸细。
立即全城搜捕，将其捉拿归案。是。这儿的人一点也不友好，不好玩。也不知道让娜现在怎么样了，还有妈妈，找不到我，她一定很着急。不行，一定要想办法回去。天母碑，首先要找到那只天母碑。对了，去洛阳桥，上次就是在那儿找到天母碑的。哎。